你好，我是刘中继。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在台湾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生活娱乐就是听广播歌仔戏。当时有一位知名的歌仔戏演员黑猫云，他的行腔转运的技巧今天已经在他女儿也是知名的歌仔戏演员徐雅芬身上重现了。而徐雅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旦碰到了困扰，碰到了困境，往往就会拿出他妈妈的录音带出来来听听，而这样的录音带就成了他创作的新动力了。这是黑猫云许元的声音，台湾国宝级的歌仔戏演员，在广播歌仔戏盛行的年代，只要播出他的节目，街上就空无一人。多年后，继承衣钵的徐雅芬仍然习惯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唱腔，反复练习。曾经因为母亲严厉的教导，几乎放弃歌仔戏的他，现在在这些卡带里找到了什么灵感呢？今天我们的贵宾是徐雅芬歌仔剧方团长徐雅芬小姐。雅芬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是好。我们先来看看哈，在我们现场我们有准备妈妈的照片，是吧？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这篇报道是中国时报记者彭雅玲所做的报道，做你妈妈的是吧？是。黑猫云惊艳一生，歌仔戏天后，这是时报所做的一篇报道。我看了这篇报道哈，它是一个写得很生动，很传神。我记得刚开始你曾经告诉我，你说惊艳一生，舞台上惊艳，但是舞台下并没有惊艳，而很平凡，是不是？是。从你妈妈到你身上，你觉得传承了些什么？其实那个年代看妈妈的角度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演员哈，妈妈的经验在台上是非常，大家会觉得，她一唱腔、一个手足、一个动作，会觉得让人家觉得会好像一个磁性的那个铁块一样啊，所以会被她吸引了，包括她的唱腔，包括她的作风里面呢，因为她就可以镇住这个场面。所以妈妈的传承里面很难去教一个说传承这两个字，包括我在内，我只知道妈妈她的作戏里面就是非常认真，然后呢就是很严厉，所以到她演到某个角度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她这个人表演的时候会愣在那里。我那个小时候就看到妈妈这么严厉，我觉得我很害怕，我也不敢演戏。是，好，我们先来在讨论妈妈的严厉跟严谨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段妈妈的戏。这段简单来讲啊，这段是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小生在讲一件什么事情，是不是？是，这个录制的里面来讲，应该好多年前哦，他的剧名叫李三娘。李三娘。对，那妈妈这个角色是叫做帝万的哈，我姐修仙的名叫帝万。他在描志远，对志远，他在描述这个老婆的辛苦，跟他的过去，老婆被冤枉，跟他生小孩被人家误会，他就是一个坏女人。
她这个老公志远在描述她的过程。啊啊啊！所以妈妈的唱腔里面呢，以前我是觉得妈妈的厉害是都没有剧本可以描述这么好的内容跟文字。嗯。那刚刚我听到这一些的曲调哦，我们歌仔戏都有固定的曲调跟名字。是。刚刚那个曲调叫做杂念调。怎么样？像这个录音带，这个是录音带吗？对，这个是录音带。这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对。你会常拿出来聆听吗？听妈妈的唱腔，听妈妈讲故事。有时候在我自己现在编织的时候，碰到唱腔的时候，我想说，一般的传统有他唱的一些方式，可是觉得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跳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妈妈，我就把他过去所录制的东西翻一翻，然后拿出来听。比如说呢？比如说像这个卡带是快绝版了，现在都是用录音笔啦，哈 ，MP3 呐，这个反而我不会用哎。可能跟妈妈的渊源很深，因为只有留下这个东西，我常弄这个卡带是找也方便，然后对她有一个深厚的情感。那变成说我碰到瓶颈，就把妈妈的作品放来听一听。我听完之后，我自己就会输入一些自己的唱腔，然后跟妈妈做结合，给我灵感。给你灵感。嗯。你觉得妈妈的唱腔，因为我们都是外行。妈妈的唱腔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妈妈的唱腔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行腔转韵了哈。她的行腔转韵来讲，是特别在于高低的润级很大。哦。啊，妈妈她以前应该说，在她那个年代的唱法不是这么唱的。一听到的人家唱就知道那个年代的开始。以前叫做老歌仔韵，老歌仔韵有变成讲老古代腔，对，韵。今早起呀来呀哎呀，天呀等来哟，这个声音跟这个韵调就是古早的感觉。有很特别的一种，即兴式的表演吗？有没有？有，像妈妈她的唱腔就已经跳脱到刚刚那个古早味道，妈妈的行腔里面就很现代，就像创新了。嗯，妈妈就唱出她自己的风格，妈妈的韵调是，比如说，今早起来呀，天呀等来，妈妈的唱腔就跟厅堂内，对，这个韵调就跟古早的味道就跳脱不一样的风格。嗯，然后就奠定她自己的唱腔之后呢，慢慢的歌仔戏受到欧尼亚火纳这个人的影响，觉得好听，就一个人学，两个模仿，就这样慢慢去改进。你们家兄弟姐妹有几位有都跟你一样就从妈妈那边学到的这样的歌唱的技巧吗？基本上那个年代，生的妈妈生的蛮多的哈。然后你说要学戏，我觉得我们那种年代的年纪会觉得学戏很辛苦，基本上都不学比较多。那只有我一个人学，是因为我看到妈妈这么的辛苦，而且旗下的还有个弟弟，还有个妹妹，那时候是帮妈妈带着弟弟妹妹的工作，所以就分担妈妈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个家计，就等于说不学戏也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弟弟妹妹，等于说跟妈妈的身边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戏，其他没有。那你父亲，我看的资料也是一个全才的这个戏剧人员啊，是吧？爸爸是乐师，乐师啊，乐师啊，弦呐、钩都可以，是吧？我爸爸厉害嘞，我爸爸吹拉弹拨打，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走上了舞台，从事这样表演的工作？应该说环境，从小时候哈，我记得有印象是七八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电台走到那个时候电台没有之后呢，就记得在外台戏。那外台戏的时候，我不会想说我要去学戏，只是看到他们那么辛苦，今天这一站，明天下一站，有时候是一个月只做了七八天，其他的二十几天好像就是没有机会可以去演戏。那小时候我的想法，我不是想要演戏，好，那我完了之后，可能出社会，我读了国小毕业，要升学的一天，就跟妈妈讲说，啊，因为我是从漫画出席，到了国小三年级就搬到三重，
哦，那个时候都要通车，坐公车。到了国中要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妈妈说，我到底要读哪里？是要读三重还要读万华？妈妈直接跟我讲说，那边塔嘎啦。嗯。因为妈妈要演戏要赚钱，你就照顾弟弟妹妹。嗯。那时候给我打击很大，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升学？一直很挣扎。可是那时候的爸爸也觉得蛮可惜，可是为这个事情，爸妈也是觉得有意见。然后我们不能体会到说，因为是家境的问题，比较苦，然后弟弟妹妹又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学戏，就从这样子才进来的歌仔戏圈。所以就成就了你今天雅芬歌仔戏剧坊的团主了。还没有，那时候很排斥哦，从一直蘑菇，从13岁蘑菇到17岁再进来演戏，正式的演戏是17岁。演到17岁的时候呢，到了22岁才进了河洛，他在招生一个精英的小孩子，那是朋友介绍，我就进了河洛之后去参加电视台演出。因为我是从舞台出身，完全是不了解电视的作业，那一段是真的是一个考验呐。完了之后，在河洛的几年，应该说5年，22岁到了27岁的时候呢，才正式河洛要做一个舞台剧。在国家剧院成立的一个舞台剧，我才真正的要的一个大舞台。这个大舞台之后呢，才去了解大舞台的它的表演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27岁到28岁是徐雅芬认知真正歌仔戏的一个艺术的成立。是这段过程的叙述啊，我们感觉到从13岁你开始有一个排斥，后来经过一段的演变，到35岁，有长达将近20年的这种爱恨的挣扎，所以到了最后，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录音机，有所领悟了，进入了正式的表演的生涯了。雅芬，我们再回到你提到的啊，你说在从录音机里面发现到新的唱腔，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前我在唱腔的时候会练唱，那练唱的时候呢，我会把自己的声音录出来。哦，这个灵感都来自于晚上，特别是没有人的时候，三更半夜哈，自己在唱到有一天呢，自己录出来的声音会觉得说，好像我的角色里面跟我的声音是不搭的。会慢慢发觉到戏剧的深奥跟那种人物的表达，我还是不够，自己发现。哦，是是。对，然后慢慢在觉得说，其实歌仔戏很多人去遗忘到它的优点的内容的美在哪里。一般都看到外在，没有看到内容。所以我发现声音跟音乐很重要，所以自己就半夜就是夜深人静哦，特别静的时候，我把声音录出来。在欣赏自己的唱腔的时候，我发觉到徐雅芬，你不能用这种声音去诠释你的角色，因为这样子你不分角色。雅芬，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唱跟念都一定要跟着这个角色来走，跟角色的形、跟角色的性格来走，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用惯有的歌仔戏的唱跟念来做，是不是？对，我的发觉了，自己的发觉。你要不要示范一下看看？好，好吧。那一天我应该是躺在床上哦，然后拿个录音机就半躺着，那个声音不是躺着也能唱啊，那个声音才是不用出力呀，本来就觉得不是刻意压低，就是说就这样很轻松的在唱。他那个歌词有两句哈，我稍微在那一天的感觉唱出来，就把它按下去。两天冰箱红宫为着四海琴咏，红莲展酒一江声。好，切，我就把它录两句，听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哎，这个人不像徐雅芬的声音，我想到脑子里面就浮现汉无敌这个人的沧桑，
那我心里想说，这个声音就对了，把汉武帝表现出来了，汉武帝在舞台上重现了，对，是不是？我找到他的 feel， 嗯，我找到他的味道，嗯哼，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声音唱腔，因为我声音也蛮高的，嗯，年纪跟他的背景的年纪是不搭的，嗯，所以我是在于那个思考，在随便录的时候，把他找出他的灵魂跟感觉。我再考你一个，那原来呢？原来是应该平常人家是怎么唱的呢？嗯，好，那如果说用这种歌词来讲，我也是照平常的雅芬的唱腔是。连天冰心，风光为照，四海琴扬。哦，我听懂了，原来雅芬，你就是把汉武帝的那个个性、那个年龄、那个时代背景，把它放到那个唱腔里面了。对，是不是？对。我在看一些资料里面也看到你又在歌仔戏里面加了很多新的元素了，嗯，说你会还把那个 jazz 跟 rap 也放进去了，是不是？这应该怎么说呢？这都是一个新的转变吗？嗯，可是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你要去展现一个节目的时候，哦，可能那个灵感跟感觉会不同，嗯，应该说有一天啦，哈，有一天我在教课的时候也是一个灵感，我在教一个，应该说，陈清武有举办一个少年的研习营、夏令营，那个主题是戏曲之夜。嗯，它里面有四个戏曲，就是有相声的啦，有京剧啦，还有歌仔戏的啦，哈，嗯，还有一个叫做应该说是布袋戏。那里面雅芬是担任这里面的啊，老师，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夏令营里面全部都是国中生，哎，嗯，国中生是在叛逆期，而且对这种戏剧他一定没有兴趣。你要跟他们说什么？对，我刚开始是没有觉得，可是在十分钟里面的上课里面，我是觉得哇，我的困难度来了，嗯，因为睡觉的睡觉啦，爱理不理的啦，那种调性，我就觉得对老师是一种不肯定，嗯，那我就急啦，那我上完课的应该说。半个小时至四十分钟我就下课，嗯，下课的上了厕所在走廊，我就发现到一个窍门，就给我灵感，我就看到走廊上有几个学生在那边跳街舞，嗯，跳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说哎呀，传统戏剧是给有层次有年纪的人听，你要让小朋友听，他们不接受也是应该的，嗯，那我不要逼他们，我就说好，那我第二堂课我就来一首这种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就上第二堂课，我就小朋友，你们对歌仔戏不熟悉没有关系，不然我们这样子，徐老师来一段，跟你们可以做结合的好不好？我说我就看他们敲敲打打，用那个什么？你把他们听傻了。对他桌子上就敲敲打打嘛，我就说好，这个同学你就拿那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嗯，那叫几个人上来台上跳舞。老师唱，那你们跳，能跳就跳，能打就打。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灵感，就唱那个《新卡北妹》啊，《新卡北妹》是台，是我们原来都没有排练过的，没有，是灵感，就是用《新卡北妹》的国歌来把它变成一个变奏的 rap。嗯，啊，来，气化慢了，好吧？哦，噔噔噔噔噔加，噔噔噔噔噔加，能打你打，他就一个蹦蹦蹦蹦蹦，我说跳舞，来，这个同学你要跳。就好几个，本来是两个人跳，到最后很热的时候，很多人跳，嗯嗯，我就唱，心跳心跳 baby， 蹦恰，哒蹦蹦蹦蹦恰恰，走这三关呐，啊该换手一该换手一，喂。中原呐，哎，今仔日今仔日，大家是真欢喜呀！来这教你听歌戏，大家要卖杜姑，做伙来跳舞，啊，噔只，噔噔噔噔噔只，好，我就用这种旋律去把整个歌的东西带出来。那每个学生就一个一个从台下这样爬上来跳舞，哎，这变成说我对一个。这个环境的气氛跟学生的年代的那种喜悦，把它带炒出来的气氛，这个是不是也是你的八百棍？应该说灵感吧，灵感也是哦，也是你的极致的反应哈。歌仔戏它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里面演变，歌仔戏它本身的它是一个宽的，
它是一个包容的，它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对不对？对。今天不论在哪一种唱腔，即便是这种青少年的次文化里面的 rap， 还是一样能够包容在里面的。对，因为歌仔戏我发觉到我会喜欢歌仔戏的有一个特色，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爸爸又是乐师，你说真正让我了解歌仔戏进来学戏那是不可能，单向是不可能，是因为他戏剧里面的音乐吸引到雅芬。是，爸爸曾经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对歌艺虽然没兴趣，不过有一种你优势，你就要唱歌。啊，咱的歌艺哦，伊就是一种包容性很大。歌仔戏很特别，就是像京剧、黄梅戏、昆剧，像小调、流行歌，通通可以纳入歌仔戏的剧种里面。好，还有南管、北管都可以。他说：“雅芬，如果你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在歌仔戏你可以好好的发挥，可以来玩。爸爸不骗你的。如果以你的唱腔跟兴趣来讲，你可以创出你自己喜欢的音乐。”是，我是被爸爸这一句话说。提醒之后呢，慢慢对歌仔戏产生兴趣，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亮的过程，对，是吧？好，那雅芬，我再请教你，从你到妈妈，黑猫云，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呢？哦，这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耶。像很多长辈看到雅芬在演戏的时候，都说我的性格很像爸爸，演戏很像妈妈。他的流派来讲，他是有层次的。因为妈妈的歌不好唱，我说她的range很大，高低。那今天我是觉得她的唱腔是没有学生可以一个人去传承。那雅芬从小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妈妈的味道是会吸引在哪里？她的低腔。所以我现在目前雅芬也是行走妈妈这个派系。我妈最赞的唱腔是有一个，目前台湾来讲。没有一个人会唱的一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叫做《下四馆》。听妈妈在讲，是有一天呢，她在演戏，人家的和弦里面的调性是男生的调，可是我妈妈还是唱出来，大家觉得就没有给她变调嘛，她唱出来的声音就觉得哎也很好听，所以变成形成欧阳文娜自己一个特色。这个《下四馆》也是七字。其实，在歌仔戏里面是一个主流派，是必须要唱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来讲，这种唱法目前没有人唱，只有我会唱。那这样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有可能这样一脉相传，形成你们自己的流派而传承下去呢？没有错，是吧？对。好，我们这样来看哈，徐雅芬她传承了黑猫云。黑猫云它是集歌仔戏的一种大成，然后这样一脉的下来，我们看到了雅芬保有了传统歌仔戏，但也不断的在走创新的路，这条路是非常辛苦的，需要大家的共同来支持，是不是？好，今天非常谢谢雅芬到节目里面来，谢谢你，感恩，谢谢。一卷卷录音带留下了黑猫云的歌仔戏唱功，这些时而华丽时而凄凉的声音，对徐雅芬来说不只是戏曲，更是母亲与她穿越时空的界面。她不仅接下了家族事业，更以现代化的手法希望黑猫云流派能够世代传承，永远让人赞叹与欣赏。